你这个乐坊没有我你都干不起来。怎么讲呢？我弹琵琶呀。哦，琵琶精。琵琶精。哎呦，别人说这个行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刚哥下了个蛋。来，咱们游戏继续啊。碰手了吗？没错，没碰球，没碰球。文赫他们手拉手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媳妇儿，就咱俩了。媳妇儿，就咱俩了。可别媳妇儿了，我可不有了。媳妇儿。可别媳妇儿了，我可不有了。哎呦，哎呦！过来过来，给腾哥。我有个小算盘，输了。怎么了？没打好。你现在是谁呀？艾伦和文赫，这是俩铁定的。另一个不是玛丽就是程远，如果程远不是，那就是玛丽了呗。咱先把玛丽拍死，走走走吧。现在丽姐肯定给她吓完了得，她是不是藏房顶去了？我一个良民，她老拍我干什么呀？这一天，哎呀，我跑了。哎，哥哥，哥呀！快拍他！哥，我拍他！哥，拍他！拍他！拍他！咱们像异乡人啊！在朝着一个方向飞，来，飞，OK， 很好啊，来，再来，好着呢。